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用原相机来录一款普拉达红的款式啊。普拉达红小拇指中指薄薄的打了一遍底，这个颜色啊是一个车厘子色，但是它不发紫，宝贝们啊，你们可以看，这是一遍效果，然后给你们放大看一下两遍的效果啊，巨正点，这个颜色超级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而且是一个四季通用色，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冬天都会非常火的颜色啊！现在做脚那就没谁了，那都。然后接下来我用到的是白绫罗的03号，打了两遍底，这个颜色特别的显手白啊，要比咱们那个冰透罗夫要，就是说是。没那个透，但是特别好看。然后再用普拉达红呢，给它上边点了几个小波点，波点是错位点的啊，不要排的太整齐，没意思啊，不好看。然后咱们涂好以后呢，上一个加固，这块没录到，一定要上加固，不然假面不平整。无名指用到的是七彩香槟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渐变。这个普拉达红搭配这七彩香槟，真的是绝绝子了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不会形容了。然后直接又搭配了贝壳，上了加固包裹。然后大拇指的话呢，直接用这免洗啫喱粘钻胶粘了这个爱心的这个饰品。免洗啫喱粘钻胶我都用了无数罐了，又来了一个空罐。然后再把普拉达红填上色，再用免洗啫喱粘钻胶给它填。然后咱们最后全部封层完成，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一个小心心哦，么么哒！今天的产品咱们小店里边全都有啊，找不到的话问小店客服。